这个好几万张，总十几万份，就十几万张图纸。企业来了后，在工业领域变化非常大。中国材料质量很好，所以我们也在学习，最近也在与中国企业进行更多的合作。我们标志塔项目有1500人，就埃及员工，加上中方员工有350人。他们的工作方法和管理模式让我学习和成长了许多。我希望可以在埃及造更多的楼，更多的地标，和我们中国的伙伴继续合作。非洲国家需要的是世界上大国在合作范围内要对这些国家提供一些支持，这样的可以转移技术，可以让这些国家的人们自己懂制造，懂加工，自己有自己的产业。这就是中国在埃及土地上所做的。干杯！好朋友。